初恋拿破里面台湾吃得到，北村风情员工餐行到变隐藏菜单。好きな食い物知りたいってのは、君のことが好きですって意味だ。じゃあ並木くんは、好きな食べ物なんですか。俺？ナポリタン。看完日剧《初恋》的镜头，就是好想吃拿破里意大利面。待这部日本导演北村风情在台北经营的居酒屋，最近啊推出了隐藏版菜单拿破里面，不过嘞限量是残酷的。秘诀是煮完的面，然后已经拌了一点点美乃滋。台湾的美乃滋是比较甜，所以就不能用，就是日本的美乃滋。平常是蘑菇，但是今天忘了买，所以就是红喜菇，反正菇类就可以。洋葱、青椒，然后香菇、盐巴，那个什么盐胡椒、番茄酱浓，然后这个面，煮面的水一点点。七十分的随性的感觉比较好。完了完了，胡椒粉哦，最后巴西里粉，排面哦，太酷了，不是巴塞拉的排泄的地方。那个不是招魂，很被海角很多的地方拍的，所以我全部去过的地方，这边，这边，拿破里的里面的地方是有一点那个飞机场旁边的那个餐厅，老店，老店，对，被海角人一定要知道的地方。拿破里面到底是日本人发明的呢，还是意大利人发明的？那个是不是意大利面的？不是意大利面，那个是日本料理。我是被海盗吃剩的。小时候我妈做的那个便当的时候，一定要旁边在。真的，就是一个国民菜，从小朋友到大人都想吃的那种。对，香肠真的重要哦。日本的香肠跟台湾的香肠味道完全不一样。看完那个《发酥辣》的时候。Fast Love 那个里面的拿破里意大利面哦，我想吃，但是在台北我从来没看过拿破里面，所以我跟老板说，嘿，老板，我想吃拿破里汤，所以今天的北村家的员工餐可以做拿破里意大利面，可以吗？的样子，所以呢，北村家的老板是，哦。啊，拿破里汤好可以贴在 IG story 动态的时候，对，哦，反应很好呢。我想吃，什么时候开的？我们也是现在只能做也是平日，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菜很多，所以这个是限量，然后不定时，然后就是看我们的 IG story。胶囊这种的，到时候再打开。所以两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？这样啊，我有，我们也有。那你还记得你写的什么？是看你的卡片。哦，魔法师。哦，你想说魔法师？对。几岁的时候？十二岁。十二岁是已经蛮大的，有点害羞。六岁就吃完了。我罗上有呢。我有那个盒子，真的，这样子是暌违几年打开啊？12，那我现在是18，36，哦，哎啊，100分，60分，哎对，后面是60分，还有5元，5元是什么？5元是我们通常是有缘分的。拉布雷达吗？1987年的我，自己写的吗？嘿，我小毕业前2天写的。他的意思说，几年后的我是怎么样的？
有没有很规矩的生活呢？完全没有。然后他现在是现在的存钱是72000元日币，比现在的我的存钱还多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那么多的钱。你没有七